点站到了，请下车。同志，到站了，下车了。同志，到站了，下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哎。阿黄。郭郭，你怎么还是老样子？每次见到我都流鼻血呀。对不起，太激动了。阿黄。老同学。你怎么了？咱们毕业那么多年，你还是老样子。你不也是老样子吗？是的，我开学报道的时候，他们就喊我老师。你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你还是一个人吗？是一个人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怎么老激动了？太激动了，你还记不记得啊？咱们上学的时候，我约你看了一场电影，你看了一场电影，我看了一场你。在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就一个劲儿的流鼻血，一个劲儿的流鼻血。后来我去医院了，输了四个人的血才把你救回来。是的，不说这些了。我埋藏在心里的一句话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想对你说。那，说吧。我就想请你吃顿饭。